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我看到奶油在墙角埋着什么。他在埋啥呢？我这谁吐的？我也不知道谁吐的，就帮忙埋一下。这到底是谁吐的？需不需要带去医院看看？看来只能研究一下了。我去，你怎么还有这种爱好？这里有一根猫毛，看这颜色跟长度。错不了，是你的吧？啊，这毛是你的吧？是啊，你从哪儿捡的呀？最近总感觉夜里睡觉的时候毛各种掉，每天早上起来毛都乱糟糟的，我还要重新梳理。你是不是肚子里有毛球所以才吐的？啊，那给你吃点绿十字猫草片吧，都是天然植物纤维，促进肠道蠕动，能帮助猫咪的毛发轻松排出，还能预防毛球症。虽然吃了能化毛，可是我今天没吐啊。啊，那到底是谁吐的？是你吗？不是我啊，是奶油叔刚才吐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小咪咪，给我也吃两片吧。不是你吐的毛，你不早说。话说你为什么吐的是安安的？绿十字猫草片也给我吃两片吧。你是无毛猫啊，有什么可化毛的？